他的好兄弟兼情敌对他的救济。小田君对心理学有研究，对他不但心理可以利用，人也可以。纳兰君，高桥中佐你应该已经认识了，这位是青山中佐，他就是我常跟你提起的李亲王世子纳兰东。行，你们先聊。你好，青山中佐。纳兰世子，好像在对我这么年轻就能够成为中佐表示怀疑啊。青山中佐很幽默啊。宫下总领石和深谷大佐都是知人善用的人，我怎么会怀疑他们的眼光呢？纳兰，你不要怪青山，他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见谁都是一副冷面孔，即使对待宫下总领事也是一样，要不然凭他的聪明和才智早就不止是中佐这个职位了。看起来你们聊得不错。那就不打扰你们了。你知道吗，刚才这个青山中佐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他的眼神一下子可以看透你的内脏，奇怪的。纳兰君严肃点，你对今天的事情真的有把握吗？你要相信我，
凶手今天肯定会出现，但是待会儿我得先做些准备工作，你要配合。没问题。好。你来干什么？清水秘书长过世，作为他生前的旧友，我来向他告别。不需要，你走，马上走。这里不欢迎你，请你快点离开。我来吊唁的是秘书长大人，除了他自己，别人似乎没有权利赶我走。我是他的妻子，现在他死了，我就是他的全权代表。即便是这样，你也没有资格赶走他生前的朋友。这里是我家，我就有资格让你走。我绝不允许一个低下的交际花登堂入室来吊唁我的丈夫。据我所知，日本传统的丧礼都在斋场，就是殡仪馆举行，家人只负责把死者的好友引到祭坛吊唁。雅子夫人一定是因为来到了中国上海，才不得已把丧礼搬到家中举行的吧。既然是这样，更不应该破坏传统肃穆庄严的仪式啊。像你这样无理赶走死者生前的朋友，清水大人怎么能安心呢？你好了，雅子，回到你的位置来，就让琉璃子吊唁清水吧。南兰君，你不是有东西要准备吗？怎么还在这儿？这就去。
的香炉。快去，走。秘书长死亡现场发现的那片一模一样，高温烫伤。凶手为什么不直接把金锁片放在高桥尸体的旁边呢？糟了，调虎离山。经过清水案，凶手已经知道我们对雅典娜的印记有特别的关注度，所以他利用我们这种心理，神不知鬼不觉的利用时间差，好再次潜入到宾客当中去。走，回去。领事大人，雅典娜，所有宾客站在原地不许走动，经过我们盘查的才可以离开，得罪了。好了好了，过来过来，大家都到这边来。过去，过来过来，往后退，往后退，那边，来，快走，这边接受检查。李氏大人，真的，八嘎，凶手怎么那么狡猾？我倒是没有注意中间是不是有人插进来，不过还好，仪式刚刚结束，没有人离开。他什么时候走的？问你呢。说话！喜新还是个孩子，你这么对一个孩子这么严厉，不太合适吧？在这段时间里你们都去干什么了？那我得先说明一下，
证明了我和刘离子离开的合理性。青山中佐，还有疑问吗？没有了，谢谢。好了，纳兰，时间已经耽误很久了，我们步入正题，谁是杀害清水的凶手？凶手就在我们当中。但可是凶手在杀死了清水以后，在他身上并没有找到这份名单，于是他只能继续潜伏，等待机会。清水被害以后，府中加强了防卫，凶手隐藏的身份并不允许他在府中随意翻动搜查，于是今天这个葬礼给他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因为我们所有人都会把注意力集中在今天这个葬礼上。于是我在所有的门上涂上了这种药水，这是一种成像药水，用显像药水一抹就会显现出特殊的颜色来，无色无味。至于我为什么要请人帮我的忙，那是因为凶手一定会在大家所有人去参加葬礼的时候去偷那份文件，我必须要在他之前去把所有的门上涂上药水，所以我就临时请刘丽子小姐来帮我这个忙。说到这儿，大家应该明白了吧？也就是说，使用你的显像药水涂在所有人的手上，凶手就无所遁形。没错。那么如果每个人手上都没有显示出颜色呢？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刚才去检查的时候已经发现门上的药水流向有断痕，也就是说已经有人碰过这个药水了。只是我没有想到凶手的速度会那么快，已经杀害了高桥来引开你们的注意力去偷那份名单。好了，真相已经出来了。好，既然如此，我们还等什么？大佐，立刻着手进行验证。嗨，快点！
快干！别动！不要管他，赶紧追！追！走！慢走，慢走。
刘丽子，你等等我，走那么快干什么呀？你要么就这么乖乖的抱住我，要么就是我强迫你抱住我。自己选。吃啊，我就是无耻。姐姐，回去跟你们老板娘说，小姐在我这儿呢，回去吧。不行，小姐她要。回去吧。东，你们在干嘛？等等我，我现在有事儿，晚点回去说。我是特地来找你的。刘丽子，东，你不这么对我行吗？你为什么总要欺负对你最好的人呢？任务未成，而且我现在还有事儿没有完成，相信我，我先走。这是哪儿啊？我家，静园。我爷爷静心思远的地方，也是他最后的居所。进去看看，走。你爷爷？嗯。为什么非要来这儿谈啊？这安静，没人打扰。就你和我两个人。怎么了？怕了？我有什么好怕的？不怕就好。爷爷，帮我好好看看这个女人，一会儿她要说大话的话，半夜三更尽管来找她就是了。请进。怎么样，我们家大不大？我跟你说，我可是第一次请女孩子到我们家来。老大，干什么呀？吓我一跳，大晚上的。又带女朋友回来了？说什么呢？哟，刘丽子小姐。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西奇贸易行的行长。啊，爱迪生，多多关照。你好。以后啊，想买什么稀奇的东西都找他。带刺刀的口红，能窃听的耳环，能爆炸的香水，只要是稀奇的，你想得着的，在他那都有。哦哦，对，啊，洗澡水烧好了，上去先洗洗吧。行了行了行行，我们俩先上去。哎，程总回来了吗？啊，回来了，刚受点轻伤，没什么问题，吃药睡了。啊，早点休息。啊，老大，你们动静小点啊，别吵着。喝杯茶吧。
开什么玩笑？我一个手无寸铁的弱女子，怎么能光天化日之下杀人，还杀了高桥中佐？高桥死于警觉性机械性错位，只要善用巧劲儿，不需要多大力气。我观察过你的右手，食指和中指上面有严重的了解。不管是古琴还是钢琴，手上有老茧一定不会是这样的。这倒是挺像经常玩枪的人才会有的。想当然了吧，我手上的茧就是我常年练琴得来的。而且即使按照你的逻辑也不能说明什么，会玩枪的人都会用巧劲去杀人啊。这至少证明了你并不是手无寸铁，至少有了善用巧劲的可能性，对不对？葬礼当天你谁呀？你自己。按照你的逻辑，会玩枪又刚好在那个时间点出现在大厅后墙的人，除了我还有你呀。为什么高桥不是你杀的呀？而且你充分具备作案的时间，你根本用不着去涂什么显像药水，做什么抓获真凶的准备工作。那个什么真凶在大伙儿面前窜走那人是你的托吧？你俩只不过是合着在大家面前演了一场戏。何以见得？因为他逃跑的时间实在掐得太准了。如果他真的是藏在清水家的那个什么真凶，一听见你说显像药水的事儿，就应该知道他自己要暴露，就应该立马逃跑啊。哎，可他偏不跑，非等到你把整件事都推理完了，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他才逃跑。那你说他不是受命于你的，又是为了什么呢？老天真是疯了，怎么会造出你这么漂亮又聪明诡辩的妖女，真眼要命。那你当场为什么不揭穿我呢？因为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制造另一个真凶，就出撤。但这也不妨碍你确实利用了那段时间杀了高桥。那我岂不是要谢谢你对我手下留情？好说。好，那我再问你，那清水庵呢？你怎么解释你手上的伤口和他脖子上的伤口如出一辙？你又怎么解释你的彻夜不归？哎，你说话为什么不能好好坐着，哎，这么近干什么呀？怕了？我就是想挨你近点，好看看你是真的无所畏惧，还是故意在我面前故作镇定。清水的事儿你都知道了，雅子夫人的侍女送我出的门，我坐的黄包车回去的。不见得吧？那你为什么不从百乐门正门进去？那你为什么会在第二天出现在百乐门的附近呢？
你又为什么出门的时候穿着得体的便装，回去的时候却穿了一身学生装？因为当晚离开清水家的人根本就不是你，那是你找人假扮的。真正的你就留在房间里，制造清水还没有死的假象。你真是个与众不同的女孩，我见过很多对日本服饰有兴趣的女人，她们只喜欢日本和服，说穿上没事的，你慢慢穿。下次来，我会为你准备一套日本和服，等你穿戴完毕，再拍照留念。那样，